锥螺旋搓丝脱水机是一种多功能的新型制浆设备，以一条多段分区锥螺杆为工作部件，与锥肚同体形成反压，工作时锥螺杆将物料向前推进，形成高压缩力，将物料中的水分挤出，同时与锥肚同体上的反向螺旋槽对切，对物料进行剪切，使物料在输送的同时进行动态挤压。依靠高浓高压下纤维间的揉搓与螺旋剪切，完成细纤维化与脱水制的高质量浆料。